面的关节啊，我们今天换没有去那个邮局了，今天换了银行。我有抽号码牌的，那我直接先去见了哈。耶、yeah。捐好了啊，一样捐三个，就是原车主、新车主跟我们。好，这次捐给高雄古山高级中学教育储蓄户，偏乡比较远的地区啊，他们是那种好像举重的啦，好支持，那我们台湾的体育越来越厉害哈。好了，今晚了，那我们就回去了，耶、yeah。汽车教授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-S3 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 EOS 来电为你的生活充电，全台最大充电服务营运商。耶、yeah， 大家好，我是科比准教授。今天我喜欢单元之一啊，公益车，公益车大家都很喜欢。这一台先创啊 180， 外表还算可以啊，可是当然就一些了，有没有，这次没有口漆，那可能以前到现在的 baby car 应该没认错吧。这边有稍微擦伤，像保管来讲擦伤不会生锈，倒是还好，到时候我就会美容啊，点漆做一做就好了。好啊，它是墨绿色的外表，浅色系的内装哦。啊，这就奇怪嘞，这一代的很奇怪，这边包着都这样，好像氧化，有没有，刚才那种溜轨啊那，哎，你看这皮衣刚才有用轨哦，还蛮漂亮的，后面还不错。啊，这很奇怪，太阳晒久了变色，变成双色，有没有看到？啊，这个我的车仿他的，因为他比较早做嘛，我比较晚嘛，所以我们是仿他的。你看喽、哦，这里我这里也有，当然啦、啊，就怎么工会一块都要有。后车厢打开让你看一下，哎，后车厢是电动的嘞，你看有没有？啊，不要怕位，空间还算蛮大的。哦，这边有 CD 盒，应该是没用的。啊，车主哎。贪丢，红衣旗嘛，阿杰兰多做去干嘛哇？都咖喱起来，红衣旗嘛，明白吧？哦，这是备胎的，哦，前几年工具都有，引擎是还符合这个年代的那种标准，就看起来水箱应该有换过，看起来好像之前有漏油，好像现在又干掉的感觉。啊，有啦，胶挂啦，应该胶挂修挂老油，偷偷顶起来，我们先看一下底盘，嘿嘿，打咩？分崩新呢，两个东西呢，完成到应该是好的。没有破啊，避震器哎有换过，一代还蛮轻的啦。它应该避震器之前，哦可能有换一阵子啊，可是还是都是没有漏油，现在蛮完毁的。反正前车主应该也是蛮用心的，有在整理这个车子。好、哦、啊，再看一下，刚刚这样顶起来，我们就看一下轮胎嘛。2021年的零七周，对，深度还蛮深的。你知道怎么看吗？看这个线嘛。对，摸到这个跟这个一起的，哦就是这个凸出来的那个，就是要换的。好、哦、啊，还蛮深的。后面摇应该是摇不太出来啊，你这样转是可以，那就没关系。可是如果你在车子不到转动的时候，会有一种间隙嘛，咚咚咚，那就松掉了，应该是还好。啊，轮胎同时间换的，左右轮胎应该是一样的吧？哦，转到一周，零八周。哎、欸，它四轮碟刹嘞，好一样啊，对，都是21的。我们请巨哥来看一下好了。阿姨 ，N 零股啊，没听过啊，没办，除了鸟盖肉有。2001年8月，皮带都新的啊，这新的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很帅。这 N 零卡看起来都没坏，还这边有嘛？变速箱的，下面的看起来都没有龟裂。这个是引擎的，下面还有一只，上面看起来不错呢哦。除了鸟盖漏了一点油以外，明白不啊？喏哦，不来好好啊，那就是啊，老好啦，老好，老好啦，对对对对对。引擎脚这边还有一只，有吗？这个也都好的，没什么龟裂。这个是方向机，这边有一个油封，这边也有一个油封，有没有？两边都湿了。方向机，打没？这就表示里面那个油封已经开始在漏油，就是已经磨损了。后驱轴在漏了，对啊，前驱轴嘛，拉完了，加了。咖啡色吗？对对对，从那边流下来，因为这一边里面不可能会有，有油就是从里面漏出来，然后渗到前面，然后风再把它吹到后面。因为我们风扇会转嘛，风就会往这边送。这台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这边油而已，其他的应该就是油啦，底盘件应该都换过啦，都换回蛮就高的啊。盘子还很漂亮，有吗？很平，这个也都还可以啊，跟之前比起来，这个好很多。
这个老车有没有要看这个？因为这管子 LP， 加油的时候就会漏油。因为这边都会积一些，来，你走开一点哦。这边都会积一些这种土啊，土都会感注意有没有？它、啊、就会从这边会开始裂。这一台还好啦，油从这边加进来，跑到油箱。啊，这一条通气管，这两条都要检查，看会不会龟裂。啊，这个悬吊、这个底盘都换完了，分泵也换了，这边还有贴纸。啊、这个车有没有就要看这个，这 N 档供，敲一敲就知道啊。有的里面会有沙，有的铁屑啊在里面锈掉，会在里面了、啊，有没有？这一只都没有。好啦，这个都还可以，都正常啊，没有什么间隙，就是漏油，然后方向机漏油，但是等一下看一下油壶，看油壶有没有闪，它可能只是慢慢渗，慢慢渗。方向机通常不会漏那么快啊，你摸这一只会冷，这一只就会冰。下面那一只细的是烫的哦，小心一点。有冰吗？这样算冰吗？我觉得还好。那你去摸冰箱看有没有冰。要差不多像这样，差不多就是大概这样。真的？那它不冰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对。好，刚刚引擎都看了，刚内部忘记介绍了。它这个有稍微有一点破损。哎、欸，你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太阳晒久了，其实你如果太用力，它就会呼气啊、欸。你看哦，电动收折，然后加装这个安卓机。好、哦，啊，这原本的。主机都留在里面啊，这是个拖地手机架啊，那我就不拆了，就留给你了。冷气在下面调啊，这是自排的哦。我另外就点了一点啊，这个以前都有那个行动秘书按下去，他就会帮你打。啊，今麦起的，起了吗？起了应该比较暖。对啊，安卓机我刚好看一下，还有一个资源的 USB， 这是核桃木。核桃木哎，国际层数啦，159,000多。冷气真的不过凉哎，就花凉凉啦。我看一下有没有倒车行李。啊有嘞。行李还 OK 啦哈，原车主加装胎压，好，这是温度，目前的温度，下一个就是胎压，哇，这是胎压，我们就准备备料叫东西了哈，开始，开始吧，我们来拆纽带。每一根都漏，都漏，好，来，这里面有没有都是油？这个就是油封，油封在这，嗯，有没有？每一缸上面都是油。都有油。摇一下，摇一下，它就会慢慢出来了。好啦，然后我给你看为什么它不能换。它做跟这个是一体的。然后你看每一颗都是硬的，所以都会漏油啊，这里也裂了、啊，有没有？你看这个没有漏油，这个就是好的，这个就没有漏。还可以 ，OK 啊。高级冷气芯，这个就要换了。一颗，啊，等一下，它的油芯什么都先拿出来，空气芯不用，空气芯留给下一个，这样我就可以再把它塞回去。高级的泥浆，要很轻的，用这些胶啊。所以其实它是有打胶的。这个缝，这个缝会有高低落差吗？就这边跟这個，中间没有。所以现在要来前驱轴油封是吧？这个擦一擦就好了，这个没有漏到下面，整个都是油。好了，下来一条了，还有一条，要从上面拆。好了，可以拆驱走了。这个不知道好不好拿，因为看起来很久没拆了。他应该出生到现在没拆过，卡得非常的紧。啊，可以可以可以哦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 Dash S 三，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。来来来，这个最清楚了吧？从这边露出来有没有？给点力吧。出来一下，出来一下啦！哦，弹簧，啊，哦，哎呦，出来出来，外面这一圈是铁，外面那一圈是铁，你只能摸里面这一圈，里面这一圈，对，然后等一下给你摸新的，好硬，很久没那么硬了，很久没那么硬，这是哪一招？来，新的，日本的，日战的，哎呦，
有没有？有弹性，这个就有弹性。对啊，它里面有个弹簧。对啊，就是我刚拔起来的那一段。好了，再来就是上油啦。我看前后。这一圈呢，它里面有痕迹，有没有？有纹路，也会靠这个纹路去封。啊，如果反方向就会漏油。哎呦，这个方向机看起来像原厂到现在，这个插销好像都没动过。再来就要卸油了。好，两个都没有头。哎呦，有负哎，那我扣了你。正常不会有负这个啊，中正常只有到这里，然后没有这个和尚头。哦，哎、欸，这支这个不错呢。是还是他送错支？那我扣了我负这啦。对呢，真的是这一支呢。啊，谢方向机油，没有空间可以让我伸手，因为这个旧款的车有没有设计的空间都很小。哦，漏油吧。先让它把油滴完，才可以再拆。上面这一只就比较不好玩，空间非常小。对啊，而且非常的危险。这个已经小到没有手可以进去帮忙了。我的，好了，松了，手也见血了，有没有？见血。你要整只手都整个卫生纸变红的时候跟我讲，要准备要送医院。我帮你看一下。这里也没地方，等一下我从这边拆拆看好了。哎呦，可以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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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不要了啦。让我进，好了，快进来！好，进去了，进去了，进去了。对，好，现在来锁扭盖。这个接缝，跟这个接缝，全新的扭盖。有没有？这边，这有个橡皮，就是压这个，要对好中间的，还要对好中间的火星塞的洞。中间的金属都会跑出来。好不好？这样就表示对好。我们再把螺丝锁一锁吧。好了，先把皮带弄一弄吧，先把里面这一个装起来。新的，旧的。来吧，把它装上去吧。好，可以的。哎，不用敲了。怎样？进去了？进去了。什么？为什么？老天爷帮我们，你这样也问为什么？你是要弄死我、哦？再就要交给专业的定位，我只能手动调一调。我动，冷车的上线，这边有冷车上线，
有没有？嗯，先这样子，它等它热了，看它会跑起来多少，不然补太多它会分出来。就这样大概清一下，剩下的就是看它什么时候会漏了，稍微补到热车上线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看它到哪了？哎呦，差不多上线了。这样就不用补了，三罐就够了。我们现在去定位，方向盘是歪歪的，因为没有拆底盘。我们现在去把车子的定位，不是我们脚盘的定位。我要定位，三桌满汉全席。点二啊啦，哦有啊，他如果小夸歪起书啊，这车蛮好开的啊，没什么特别大的异音的 啊老车这些的嘛，要再照顾它，前车主的用心有在顾啊，为什么要定位？其实因为我拆了那个方向机，方向机拆了之后，如果那个跑掉没有，方向盘会歪掉，轮胎的面如果跑掉，它跑起来会吃左边或右边这样，嗯，冷气还蛮冷的，好。回公司吧，耶、yeah ！啊，你唔丢咧，去甲小棍棍给我换。这是生怕死的。对啊，生怕死。耶、yeah ！哦，他也是真的跟我们一样哈、哦，做了很多，他也不遗余力。你看，都一直帮。等等，哇，来，你点这里？谢谢停小师做公益，生怕师停小师，谢谢你公益交车日期保固一年不限里程，全台保固服务，生怕师全体员工敬上，耶、yeah ！这次是黑的嘞，我不会讲啦，我觉得还蛮恭维的，你提看麦，很有质感哦。嗯。你行你上。就是把这一二三四四只换掉，先抓的车主啊，其实你自己换也可以。好，那很简单，盖子四个，用这个 T10 十号的，转开，拿起来，拔开之后就四个卡尔就在这边了啊，在拔这个的时候要小心一点，这个电线的时候压下去就不要压太大力，它有时候压过头会断掉。咻，咻巴掌！好，这个就是装回去而已，应该知道了哈。这样差点 plug， 你插回去就感觉像这样阿比瑞嘛，一瑞跟他那修啊卡这里，伊就掉呀。孙啊，装好了，好。再次感谢一下生怕师就赞助我们的考尔，今天也试车了，好啊，都没什么问题，喜欢的话就可以真的来下定了，保养部分都有做了，好，影片也有拍啊，方向机我记得有换新的，水箱它原本是新的，所以水箱我们就没有再更换了，啊，到时候一样哈，维修的项目会把它抛起来，好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好，喜欢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启铃铛，真的喜欢的话就可以来哦，好，这台是不错 ，OK， 拜拜。来电为你的生活充电，全台最大充电服务营运商。哎，捐那么多了嘛？第一次是银行嘛，我刚进去，他们一个很好心，都会说，哎，做什么业务，他会帮你抽嘛。
我说不用，我们已经选好了。我说哦，哎，你们是拍那个 YouTuber 的？我说对，你们是哪里？我可以追踪。我说哦，我们是小吃汽车。哦，小吃汽车。后来我坐着，他就走过来说啊，我知道了，你们老板是在卖槟榔的吗？卖槟榔的，我们老板在卖槟榔的。哦哦，我们台湾偷给当地偷槟榔的。